十月，台湾本土两大偶像团体 JPM 和 Lollipop F 终于正面对决了。本来同是棒棒糖弟弟的他们，自2009年分家后， Lollipop F 改成 Lollipop 4， 由敖犬、威廉、阿维、小玉四人组成，而王子、小杰和毛弟各取英文名字的头一个字母，成了团名，叫做 JPM。 我们没有很关心他们，他们大概打在第三波他们大概打在第三波了吗？对，而且我们其实都互相关心了、超屌。就因为一同出道，一同打天下，曾经是战友的他们一分为二，难免会被拿来做比较，只是两团偶像们似乎都想从舞蹈让大家爱上他们。抱歉，这是错误的音乐。且回避，听我的现在 flow， 只给你一个讯息， Lollipop F lose control。 十月才推出第二张全新专辑 Dance Dance 的 Lollipop F， MV 一开始气势就真的无人能敌。为了打造出专属亚洲武力天团融合武斗标术的音乐魅力，再配合着迈阿密黑人灵魂的舞风，扭动下半身的爱爱舞，果真让人血脉喷张。超屌！其实电影很多哎、但我觉得我们这次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风格，因为这次的 Electro 我觉得有加一个很特别的音色，是比较高频率的。它在其实就是我们在跳 R 舞的时候的主旋律，然后它其实我觉得，只要是人类听到那个主旋律，会有一种就是很想要这样做的感觉。